完全听不懂台语的举手，完全人间 100%， 哈哈哈哈哈。东北语，语言都是拿来沟通的，没有说一定要讲哪一种语言。是刚好我的母语是台语，我讲这个比较熟练一点。啊，我就是有介绍，最近在做一挂代志，就是去一挂，咱讲较正卡，好比讲较偏乡的所在去听。固定的一个年会吼，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，讲伊的故事，帮伊写这歌。可是较有人可能是，我请伊家己唱，我做制作人。啊，其中这张专辑总共写帮伊写6条歌，我家己阁写一条家己唱，来讲伊做这张专辑，讲伊的故事的一个大纲。这条歌号做《逆时》，规张专辑嘛，我号做《逆时》，因为65岁以上的人。在咱台湾的历史内底，即卖历史，伊是一群无家己的人，拢为着家己的囝儿是谁，啊无小心为着社会，囝到尾啊，变老啊，家己想要代做的代志都无做着，家己以前的愿望，到最后都为着家庭啊，为着社会来牺牲去，所以我感觉有必要帮伊记录伊的故事。伊细汉可能到大汉上大一个娱乐吼，可能是电视个足时间个头，可能是着足大个帮助啦。伊看一出歌戏，吼听一条垃圾有放出来歌，伊着足帮助。啊，咱做足感恩个吼，无即阵人，无即款台湾才社会才会进步。所以我帮伊写一条歌，或者历史
有伊的少年写到老，大家听看嘛。阿妈，我等下手机了老，我后边听啊，即摆足寒呢，安尼敢会冷？好，请安啦吼。刚刚弄个什么背板？来，再来继续聊。也许。